还偷我饮料喝。哎、欸，那个绿茶冻好。今天是放假第一天，是吗？结业式算是放假了吗？结业式，搞不清楚状况。为什么突然你好像对我很不爽？我没有对你很不爽，怎么会对你不爽呢？嗨，艾瑞克，晚安。洛克，晚安。超哥，晚安。志祥，晚安。小易，晚安。John，晚安。我刚跟你转过晚安了吗？而且我今天双眼皮贴每天，哎，你要不要重贴？还有点浮起来，浮的有点严重了。我今天眼睛太肿了，天啊，不是眼睛，我今天太肿了。不行不行，糟糕，要不要放歌？给你放歌。身体哦，就是还不错。今天的放大片，这是我跟祖祖一起去买的。祖祖今天会播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圆形壁炉，是不是有点不好看啊？哎，不想这样太单了，我怕吓到你们。啊，祖祖播中午啊，我今天想要跟他分享的说呢，因为我刚刚买了两副，刚刚带了一副比较可怕的，我就觉得那副有点可怕，我就换了这一副，因为我买了两副。你们要不要看另外一副？我带给你们看怎么样？啊，贴到我的头发。等一下，我认真贴。怎么有两条线啊？好吧，我今天眼睛跟我很，我今天眼睛跟我很不合呢。今天好热哦。Hello， 妮妮 ，Hello， 化妆的奥妙。单眼皮。等一下跟你们分享，超好喝的，要点微糖哦。就是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，好像是摸摸点的吧，然后呢我就喝了一口，就是爱上。可以可以，这样看起来可以可以 ，OK， 可以可以。晚安，谁生的单眼皮那么可爱？我真的是太爱棉裤了，要讲几次？我觉得我最近越来越邋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舒舒服服，舒舒服服。哎，你们讲这个很好喝啊，好疼。嗯嗯嗯嗯，棉裤带。小生晚上好，我带另外一个给你们看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祖祖是今天晚上有事吗？还是他是棉裤跟体重很 match？ 为什么跟体重很 match？Hello Simon， 晚上好。看天气，姐姐，好的好的。这会不会很怪？你们觉得这个比较好看，还是这个？瞳孔不同颜色也蛮酷，那我就这样播吧。隐形眼镜原来这样戴，啊，还是我来隐形眼镜教学啊？怎么戴？就是呢，首先我们戴之前
就是温的啦，热的，有看到吗？Hello 小白兔，我觉得后面那只猫猫的眼睛好看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学会看怎么，因为戴隐形眼镜的话，这个应该就是你们要往就是上面，然后要这样看，这样子就是正面。那如果不是正面的话呢，它会长得不一样，它会长这样，它会变成一个，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形状。你们看出来吗？有吧？它会往外面扩，这个就是反面。那你戴上去，眼睛会超痛。然后呢？抄笔记，毕生，我觉得有时候隐形眼镜其实也挺方便。如果男生的话，像你们可能要打篮球或者是有活动的话，就可以戴透明的隐形眼镜，不一定要戴有颜色的啦。然后呢，你看，你们看错吗？然后这样子就是比较圆，就是会比较圆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就可以往眼睛里面戴了。那如果你们就是会害怕的话，我们就是先这样把两个眼睛张开，然后呢就这样简简单单完成。Hello 版图，哇，好痒！出社会，大学是啊，真的，什么叫做弄很糟？你们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是祖祖带，就是。把我带进了美瞳世界。我那天第一天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太奇怪了吧。像我现在戴这副，因为这副比我刚刚戴的那副又显色，然后又比较大颗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看起来很奇怪。多年前试过一次，戴一遍我快试了，哈，我以为祖宝宝今天有播，哎，我今天没问他。嗯，是祖祖带我去买的呢，是蛮奇怪，对不对？我看好不习惯了。我第一次戴的时候也，哎，我好像也改礼拜五哎。因为我礼拜一的时候太不舒服了。礼拜哈，那早知道我今天可以认真看直播，太好了哦！晚上九点了，那我可以等他，因为我呢，自然的果果，我立马换。我那怎么了？什么？你是说礼拜一怎么了吗？ I got PTSD。 什么是 PTSD 啊？什么是 PTSD？创伤症候群，歌词唱到突然问，想问一下，觉得很耳熟的。可是我这个月就只有这两个颜色，我还没去买新的，就是还没去买自然的颜色。等一下我看不到，你有感冒没有？我的MC 又来了， MC 又来了，是 MC 吗？超高的，会不会是角度问题啊？因为我突然发现那只站在我旁边，真是有点小只，怎么会这样？
他怎么没有戴好啊？那只拿下，果然是晋级的果果。大家有没有在看动漫啊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大家会不会看动漫？还是你们会追剧之类的？我最近在看那个戴的，我看身高我哪有天竺鼠车车？什么是天竺鼠车车？我最近在看什么是天竺鼠？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，姐姐推坑我就去看那个什么天回，不是什么回溯战什么的，然后还有那个进击的巨人。猛飞，我们就猛飞。不懂你们的话题，泡面。这是动漫，这是啥东东？这是啥东东？嗯，五分钟 ，Netflix 啊，哦 ，Netflix， 因为我最近在看动漫，才跟你们聊《咒术回战》。是吗？咒术回战。可是我是从后面开始看，因为姐姐看到一半，我跑去跟她看，就看一下，好像蛮好看。因为我以前很不喜欢看动漫，我就觉得就是很没 feel， 就看真人才有。就是我喜欢看真人。摇曳露营没听过，最近看绿箭侠动漫，动漫，绿箭侠哪是动漫？你最近在看绿箭侠，真的假的？是那个 DC 的那的绿箭侠吗？鬼灭，我是没有看，我有看鬼灭的电影，但是我没有追。是我房间太闷吗？看他们怎么气。你帮我插定好不好？小台刀，那个电风扇。动画、漫画我都看，目前在追达一大感险动漫，鬼杀队成员小心，漫画影集，动漫。才不是嘞，旁边是果果的好朋友，简称果友。小黄，不是是小胖吧？哎，你是什么？你之前来留言的那个小胖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，我不知道是最近天气太冷，我都打赤脚还是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我这次痛了17、18、19、20，我痛了4天还在痛。我待会在小盒子给你看那个独角兽，让你看看我被你欺负后的惨样。我才没有欺负你们呢！我拍到你就手熟了，我拍到你就手熟了。可能天气太冷，不是小芳芳，是小胖，是小胖子，也是小芳芳的好朋友。这毕竟我也就只有他们两个好朋友，其他的都是我们的，你们就是可以露脸的好朋友，是这样讲吗？是成员好朋友，其他都是成员好朋友，大概不够是小芳芳。你乱吃冰品是吗？而且重点是我就是来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就爆，我真的是毛病一堆。我最近不知道是我房间暖气开太重太闷还是怎样，我整个头超痛了，被风吹头也痛，那个太闷头也痛。今天中午没睡午觉，没睡午觉好痛苦哎。 Hello 空空，还是因为我太常喝饮料的关系。
史莱姆有 EP2。 什么是史莱姆？吃喝饮料是原因吗？你整组海聊聊要整组重换 EP1 吹下去EP1 吹下去好像太常熬夜有问题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太用功了，因为快考试，太用功在打传说了。结果呢，我最近有点太晚睡，在熬夜发动态。你们会不会看不习惯这样的我？对。舒服，我转身变成史莱姆什么意思？考试有考传说吗？一定是竹害的。大健迟到罚三杯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各位，我把你们当成镜子在照。我要回去上班了，好辛苦的。Hello， 耳机酱你好。三杯什么奶茶吗？可以，三杯奶茶。我先找一下我的嘘嘘，我也要喝三个火箭。被坑了，可以可以，是嘘嘘。哎，我真的太想念我以前的好看嘘嘘了。拜拜，辛苦了。哎，怎么有点吵啊？今天公主说的什么？公主是谁？是谁？我要生气哦！刚下班，辛苦啦！五百 baby， 光子我啊，没节操，银眼，对呀、啊，今天戴比较显色的，你们会不会看不太习惯呢、啊？我想说，我戴就是新的颜色，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化妆打扮起来戴这个，不是打扮的化妆看起来蛮好看的，不一样的感觉，我就很兴奋的化妆，然后给你们看，注意身体健康，好的，习惯。好看呢、啊！星星实习、国际新闻等等，我要跟公主讲都好看。谢谢店长，一直很好看呀，谢谢。大剑请让，
不好意思，我陷入了一个，看来果果没有口臭，是吗？啊？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很坏哎、欸！可恶，想吸，想吸吗？你干嘛不给我抱了？他太坏了。Hello， 樱桃猫，感觉你不敢跟公主她，谁是公主？你也可以对我这样做这样的动作，但你太正了，所以戴起来效果好一滴滴而已，是这样子吗？想逃？嗯，我真的是你隔壁邻居啊，袁思远啊。思源什么时候是变帮他臭走？七哥，哎，我别的手机，我婆，谁是你婆？我想到觉得很好笑，一飞吹下去。大家，我玩游戏给你们看。握手，对，握手会，握手会。你们有想要七个老婆？你们这样子是花心仔哦，多情仔是你吗？握手会，请大家握手会吹下去。合照会拖到现在才公布，他们应该是想说，就是突然想加，是这样吗？全婆侠，准确的说是八哥，我钱都找到握手会了，那可以改吗？对，这样突然公布有点。计划被打乱的感觉，跟你们分享。Hello，Hello， 草莓酱，你比较希望握手还是合照？我都希望，不然你们都买好了，只能找果果拍一张。你们能来跟我拍照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希望我的队伍也可以有排队的人数。所以请赶快来找我拍照哦。我原本想说跟果果诉衷肠什么意思？肾不会再长，好哟。新年贺卡还没写，我等你们的卡卡。有什么好奇怪是吗？礼拜六要去见思源呢。忘记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了。你这个小脑袋完蛋了，只跟石原，还要见星星，还要见我的小星星，亲爱的石原跟星星。
好久没跟他们见面。今天眼妆好厉害的感觉。真的吗？我只不过是加了一眼，有点不小心加太重了，好怕你们看不习惯。期待你们的照片，请期待。才有 future 感。 future 感是什么？出门可以蹭饭。我不会，我们出门从来不蹭饭的。眼妆的部分，想手做卡片可是好懒，你们能写照写卡片给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要好好照顾我婆啊。好的好的，我难得认真化妆了，怎么办？ Future 新鲜Momo Momo 如是说，只想废废的，请废请废。下班当然就是要耍废，不然要干嘛？不然我付也可以，那我扣号思源一下。打个游戏，今天有点，我今天有一点点精神没有一百，请你们见谅。啊，为什么是截别人的账号？怎么会这样？退出登录？什么叫做退出登录？你确定要退出登录吗？就是退出的意思。对，就是登出的意思。哦，那他说，不过这样的果果大概很多粉丝。我会请我婆照顾我荧幕前这个婆啊。玩什么？在玩好玩的游戏呀。Win 不是。那先登录一下，旁边是谁？旁边是不告诉你，旁边是我的鹏鹏，是他叫做小胖胖。今天不是小芳芳，是小胖胖。附赠的附，所以是不登入。我了解。Facebook 登录，继续。给推吗？给推吗？小胖胖。给推吗？推 push。push 你，对啊，推推推推。哦，小芳芳今天来找我，她送了我一个，她送了我一个超可爱的手链，你们看。她说她在逛街的时候看到，她就立刻买下来给我了，超可爱，好喜欢。不过有一点点大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好喜欢。推下山坡，给追吗？物理推。然后我有一堆被踢个抓伤的痕迹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所以你送了啥给小芳芳？我送了我自己给她，我还送了我房间给她，欸，我还送了我衣服给她。我们就是没送过她什么礼物啊。啊，你有送她生日礼物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他坑的，是我们送他的。我们送他的。他有，你有送他手机壳吗？有。我没送哎。你没有送。我本来想送他滑板，就是小芳芳前阵子生日，我本来想要送他滑板，但是我一个人负担不，没办法负担那个巨额。然后呢，可是我们又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呢，不要拉上人家。
不要把我的衣服送人好命。哎，而且他今天应该穿小可爱的，他今天不是穿那个，啊，可是我的他拿我短板的走，他如果是那个手的话，他应该不会这样吧？他会整个掉在外面哎、欸。谁会整个东西掉在外面？那什么？谁？不会没事新手。我那时候如果动一下的话，因为那衣服很短哎、欸。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所以他生日你可以送他金牙，嗯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开始了那个女生话题。我本来想要送他那个，因为小朋友很喜欢那个 hip hop 的文化，我本来要送他那个，你们知道有个那个就是那种饶舌歌手，他们不是都会在牙齿上面贴那个金色的牙齿嘛，我本来想要送他，就你用那个热，你就是买那个东西，然后呢你把它放进热水里面，然后呢它就会变软软的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贴上去。我就超想要送给他那个的，也太 gang 不会，感觉你在害他。不是，我真的很想要送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哎，假如说你觉得我送他，他会真的贴吗？而且现在很假，搞不好真的会贴。啊，不用刷牙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小芳芳她整个人就是一个怪人。滑板很贵，滑板整组组起来的话，大概要快一块万，几千块啊，八千多。哎，我密码怎么不对？而且他那个人呢，又想要 Hello Kitty 的Hello Kitty 的超贵 Hello Kitty。 你们看又问问，没这么贵，有我他差不多五六千买到那么高级的滑板呢。很高级吗？还是要买那个鱼板给他？不是，你们知道在说什么？那透明的，长得像果冻那个啾啾啾的那个 ，Hello Kitty 等于 Hip Hop 的，你看，鱼板，那个叫做鱼板吗？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好开心哦！我觉得每次能跟你直播，能跟你们聊天就好开心。有着金牙的小芳芳溜 Hello Kitty 滑板，啊，很好笑。吃的那种鱼板，不是，鱼板是火锅料。蚊子下次买，这个印象好好笑。就跟你们说他是坏人的，不是，他是怪人的吗？玩来玩游戏给你们看，我好想要给你们看，但是不能给你们看。而且我跟你们分享啊，还要大金项链，那种超粗超金的那超金超粗的金项链。哎，我刚刚在唱的是什么歌啊？刚刚。他来，我们刚才唱的那个啊，哦，有了，唱起来了。要你爱上我，要多久我已经爱上你，已走不动的那首，对，我们要来放。我
我只知道小年很怪，小芳芳，小年很怪，怎么个怪法？成员有人考上驾照，是谁？是谁？谁谁谁？是谁？哪一位？谁谁谁？黑流星是谁？小黑黑黑宝宝，一家，很卡哇邦嘎的呢。我家祖是肯定没问题的。TP 司机又多一个，我也要去考了。如果我考上很远的大学的话，我就要去考驾照。嘉义进入紧急状态，祖祖直播也开车造谣，别乱造谣，不然我每天搭小黄也是可以。你乖乖骑脚踏车，超远，那上学要骑三个小时之类的。你要考哪里？你要考哪里？大学。你在家都已经快开车怎么？Oh my god！ 我要死了。嗯？天竺鼠车车，等一下不要吵我。爱上我要多久？我已经爱上你。已走不动，想问你，想问，沉默太久什么了？我爱你，说出口，这一生为你守候。哦，完了，我才刚刚去办好我的身份证，我的身份证已经不见半年，我终于去把它办好。Finally 啊，各位，就是为了考驾照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嘉义不是都骑火机？不见，对啊。妈妈快气死了，因为我一直不去办。我好想给你们看哦。哎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可以可以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拜。哎呀。打塔打塔，我自愿报名当管家，快打塔啊啊啊啊。要多久我已经爱上你，已走不动想问你，哎呦喂，问你额头沉默太久，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快快死了快死了，我妈快收好果果身份证，路人比较危险。说不定笔试就没过，笔试肯定会过的啊！哎呀，笔试肯定会过的，就把你绑车上带去拜一拜。连报名都没办法，刚刚好我最近办回来了我的身份证，而且明年又要换身份证，我真的是太期待了。Gonna die！ 我可以可以可以呀、啊！一个沉默太久，我爱你。说出口，用这一生为你守候。完蛋了，双北进入紧急状态。收好果果的身份证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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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在干嘛？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。给不了感动。
什么不要说分手，我都觉得换证好麻烦。因为呢，我上一次去拍的那一张照片实在是太丑了，所以呢，我很想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换新的照片。沉默太久。Oh no！ 赢了，各位，赢了。嗨，小芳。果果考上驾照的时候，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。虽然是真不定还是你长情了，你是说我的身份证吗？你在问国妈吗？其实住台北不需要开车。对了，也是。再说晚安，你还记得 ？Sad song for sad people。我是 MVP 耶，你们看。TP 三宝，我们也不希望你开车，因为想换照片。但是国妈没想到果果去重办，造谣，这是造谣。国妈一直催我去办，我一直没去办。除非你考到很远的大学，我考到新竹大学，乱讲。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小脾气，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，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小甜蜜，就像几年前那样给你带到很多惊喜。我能治愈 ，Yes sir， 我们就别再分离，可不可以？我要去高雄的文藻大学。文藻是在台南吧，是吧？情窦初开遇到你，不信我的未来不是你，和你永远不分离。有过保质期，我不想夹了，麻烦。文藻你考不上吧？哎，这很不尊重人呢。对，我考不上。所以你想考文藻？当然没有啊！拜托选新竹五一北，不然会坐车坐到哭。还好吧，你英文很好，待会可以去屏东，这样双北就安全了。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台北？你们坏蛋！你们是坏蛋吗？以前通车都很久，所以不回家。怎么通车？台北到高雄每天通车吗？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，没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，我的未来不是你，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，这和你有过保质期。好漂亮哦！猫，三年的回忆。前几天想放一首歌，不过我现在忘记叫什么歌，我好像放过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甜。
分。哎呦，这么聪明！哎呦，怎么一个就哎，一个肚腩外露的概念。波波，我又分心去看动画了。你练习南北跑会让你，我自愿带你去高铁。还是你真的想躲到南部逍遥？我希望去新竹，为什么要去新竹？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甜。中华大学有外语系。我想要考叉叉叉大学。叉叉大学。我们说一件事，就是你们真的是太高估我的英文了。我只会基本的英文，但是要考试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是我没有信心。桃园名传吧，待国念家里蹲大学。文法商都不错，尊重人。某某的考上，你不用担心。好想跟你们分享，不能跟你们分享的东西。不过不能跟你们分享。身体再强一点，中部 model 超小老师作业。这是可以爆料的吗？想跟你们分享想上哪一间大学，不过不能跟你们分享，不能还讲出来吊胃口。好哦，卖关子的极致。我们都在失去。喂，让粉丝才四五间呢，想上可以说吧，可是那万一我上了怎么办？不能分享零分的考卷吗？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哎，你帮我回一下小芳好不好？你跟他说来呀、啊，你问他什么时候下班，不要说真的上啊。而且我怕我讲了你们会笑我，所以我还是不要讲好了。对不起，我又手痒开了一盘传说。大学，政大也可以，我想要上台大。淡江跟文化现在真的超冷。对啊，山上的大学都很冷。考哪都没关系，主要是就是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想要上哪里，因为我就是看科系，就是呢我想要的科，就是我还是想要继续读应用英文，所以我看应用英文上哪我就上哪。就是我的意思，我可以上哪一间有应用英文的学校，我就去哪。Understand？ 我的这。所有的人。Oh no！ 啊，死掉！超私心的建议，你说考政大的科，
什么烤？因为正在我家隔壁。Hello 饭团，请把通勤距离考虑进去。哦，对，肯定是有的。我当初也选系日文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文化就可以当师源学妹。所以就看考上哪里。未见你电话，因为接了军政官。偶像生涯也可以继续。当然要找一间就是 ，Oh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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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no。孤独的人抱着棉被在家。哈哈哈！哦哟，王心也文化，嗯，你要是考到南部的，然后公元前要一直去，对哈、哦。我肯定是一定会填一大堆台北的学校，内心里面嘛，还这么想我搞，就是爬起来，像小女孩。还有动物园可以逛，我肯定是不会离开台北的啊！我这么宅的人，哦，又要死掉了！不，不行不行。猫就是各种要请假，虽然不知毒呢。这样我才也让我考得上去啊！新屋我家隔壁，这个银眼颜色好厉害，对吧？是新的，跟竹宝宝一起去买。心情不爽有何体黑，这人大事情超业务的口吻。我打有毒威啦、啊、哎呀输了输了，哦不哦不哦不，别输啊别输，不行。英文是什么 ？Applied English。应用英文怎么解释？应用英文是什么？就是不是单纯英文，是商业哦，商用英文嘛，是吗？不，业配文。Hello， 啾啾。Oh no! Oh no! Oh no！ 打一波。Oh no， 我不想玩了，讨厌。晚安呀。应用英文要怎么解释啊？就是读了三年，不知道应用英文怎么解释。商用英文吗？就是英文系。应用英文，外国人。你这边可以帮我选好听的歌。的大提琴，安静对。嗨，小声。苏娜娜。舍不得。就像应用日语，我也不会解释，就日文。怎么解释啊？就是因为有真的，不是真的英文课，就是单纯的英文课，就是在读什么英文的历史，英文的历史嘛，是吗？就是很钻研英文，但是应用英文是比较商业化嘛。还好戴耳机，不然刚刚那一瞬间一定把手机丢出窗外笑。为什么？就是拿来应用的英文。就是很实用的英文。嘿，流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张，谢谢你的温收礼。感觉比较容易希望人读，是吗？可是应用英文跟英文系不太一样啊。抓紧你沟通话，比较不是读古书类。
不然我去查一下应用英文什么好了。应我什么应应用英文？应用外语系，又称应用外国语系，是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专门培育外国语能力的学系。对啦 ，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， 就是 Applied English。以前念大学，看隔壁的应用外文系几乎都有学，隔壁几乎都有。那个是学校跟教育部申请时的问题哦，感觉什么都会教商用的古文。对啦，好像也是。Be my girl. Oh no! Oh no! Oh no! Get ah! Oh no! 你们麻烦声音开小一点，我怕我等下突然大叫。商用的古典文。You're my Caroline. 我想要听尖叫旅社文文文文文，差点。Hey girl, you're my Caroline. Baby, you're my paradise. 啊啊啊啊啊！不过某些学电的应用化学考试真的严重，应用化学。哦、oh. ，不过哦，这个我看过。什么是应用化学？化学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我那天看那个《放心再怎么大声》，我那天看那个是 Annie 吗？在写那个什么化学作业还是自然作业？我直接看不懂。人狗相爱。即使失去缘，好人常在。Be like fun with me. Human are the same, 别被欺骗。吸血鬼。遇见想抱住也没用，是个谣言，想在他们逼我。太过年轻。文组，我们是什么组？我们没有分什么组吧，我们就是高职啊。什么？而且什么自然跟什么理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高中。哦。文。身边有阳光，我的蓝天不远。一类、二类、三类。哦，对了，什么一类、二类？那个我不懂。再混呢。相亲的模样，一直在陪。等一下。他不是高二吗？你不懂好像很正常。可是我们高一的时候其实有上过什么化学、自然、生物。生物。可是高三之后完全没有，高三之后是完全就什么 ？Oh my god！ 知道我多想你妈妈，再长大不要忘记她里的月亮。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梦幻约定的梦幻岛？不要长大，坏人太多。You have to run， 妈妈没错。看不见的他就在你心里。看了两集动漫，我想要看那个，我想看那个电影版的，没看，听说很胃痛。为什么很胃痛呀？麻烦进，哎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。真人版电影想去看，对啊，我也好想看耶。
不知道会怎么样的那个。有北川，我就没看啊，知道为什么？什么叫做胃痛？我听不懂什么叫做胃痛。渡边直美啊？对啊，我看错了吗？我们对，听说很胃痛。西安说他没看，听说很胃痛。我误会你的意思了吗？就是看完五味杂陈的感觉。好像有一点点。一般说 ，Diamond 说，直美我嫁。我以前好喜欢，可以请什么叫胃痛？好，那我再去请教他们。不要现在问，好好好，我去请教我的 sister， 我亲爱的卷卷就好了。你给我的线索也是你告诉我他知道的。OK， bye。 一本书 Diamond 书。我喜欢这首歌。有宋英雄，是上次的那个五送一吗？五选一，我看看。When you drop through the night， 我看看怎么用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都没有在领东西或者是什么什么，因为我都不会用。嗨，饭团，是好久以前的那个吗？我都每次都不会。三层肉耶，反正我也会跨起那张白路的，而且我都不会什么磨啊啊！谢谢小三的疾风跑车。其实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，就是，哎，你知道那个某，就是有些大学不是只能统测看统测成绩那种科技大学，然后可是我又想要考，就是我又想要考某一间科技大学，但是我又想要考某间大学。统测跟学测都报，我都有报啊，你都有报，可是统测要。
只有考技术科目两科，那就记一下跟上。你要记住啊，但是你看你是报统，你就要考统测的吗？不知道。大学跟科大学。跟科大学测都可以报名，就是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假如说我学测有，我就是有考到那个成绩，然后呢，可是我统测也有考到，我就是有两间学校要选的话，会不会就假如说我学测选完，然后就要报名大学，然后我又想，我又刚好分数有到那个大学的话，那我能等统测全成绩出来再选吗？他那个时候是这样可以吗？做背审啊，对，还有背审，那个时候在做背审，当然不行啊，哈，哈，所以假如说我学测有考上某间学校的话，三四月就要决定学测。那学测我们应该考不上，可是我想要读那个统测申请时间之前，学测上的学校放弃还没。够头疼了，真的好头疼了，才放弃哦，就是还是有时间可以。真是的。你们看，姐姐的手机，我想跟你们分享。You gotta just go first。想听个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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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我记得我有拍给姐姐看呀。想给你们看我最近皮肤多好，不知道要读哪间吗？有一点点。皮肤脱皮的皮肤，不过其实很好的皮肤。刚好看到可爱的果果果，可爱的嘟嘴。谢谢饭团的 kiss 猪猪。好烦恼啊，读你家比较近的比较方便，今天到几点？今天到九点半，比较近的。还是我去读那种，我也不知道。离家近或离公司近，如果离家近就等于离公司近啊。
北部。我其实原本有想过去台南读哎，但是我后来想到，如果就是要来公司的话，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我乖乖待在台北。我原本有想要，你们知道祖祖是读什么吗？祖祖有跟你们分享过吗？我本来想，我是想要不要去当，也可以去当他的学妹，我可以接送啊。那杯饮料现在很红呢，你这杯吗？这杯是某某有一次点，我觉得好好喝，我就点。科系不能说吗？Over lazy。祖祖没有说，好吧，好吧，都知道啊。可是祖祖没讲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。全台唯一的科系的话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吧？就是跟行销有关的，蛮想读的，行销什么。I'm so sorry, never meant to hurt you. Without you, make me hesitate. Fucked up every single day. Baby, I'm so sorry. 等一下，果果，你的数学好吗？不好。谢谢 CIU 的文手礼。把哪些学校讲出来就好，又公开的出吗？行销 TPP，TTP 吗 ？TPP 是什么 ？TPP。我想学商业，我就读行销。哦，行销好像会跟会计还有商业管理学，我想要学的商业管理啦。是什么？你还是不要封商业好。其实挺想学商业的，因为我们高职有在上那个叫什么商业概论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，不过学的挺烂就是的，因为比起技概我真的觉得没办法，我碰电脑就会坏掉。念行销不用念数学啊？对呀，应该不用吧。我那天在跟姐姐开那个大学的时候，我说不然我来念那个什么金融管理，姐姐说你不要闹了，我说我以后要立志当聪明的人，会计系不是看金融吗？是很像对于国际议题要够灵敏啊，国贸在国际贸易，这在国际贸易是什么？是国际贸易，是国际贸易，国际贸易，对，国际贸易。待国下星期没有啊，已经放了，今天结业式呢。美珠和经济系才需要数学比较好，但会计系数学也不，真的吗？还是要一点数学。我对，那时候好像想念，我就说不好，我去念财经系好了。Hello， 上庭。金融数学是真的要够了，我老妈念国贸的数学很强，你哥数学很强，好好哦，我都忘了结业式是啥，不想长大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这样子我才有寒假可以继续，暑假跟寒假可以继续放，不然你永远听不懂项目，那我还是乖乖学英文就好。没有微积分都不叫数学，占学院。
今天这课是双主修哇，三科很难呢。不要考上每天都是寒暑假的，不是？嗯。那个把我折磨了快两年该死数学系统，直接听到生科的学生说生物统计很难，看了题目差点翻白眼，就高中只考内容。三管他念微积分，但是是很简单的微积分，所以你想跟祖祖同学讲还不知道啦，看考上来没有理工那么多。数学系那你还要什么什么为证明，什么意思？营养学分。Why you so beautiful?学院的不要你各位说的，证明 A 公式等于 B 公式，那是什么？日文八十。晚安，乖乖。我等等。三十分念完排名就下播，各位。Hello， 少来那么乖。对啊，我头好痛耶，没有牵扯到逻辑的证明，我回来。Hello， 本兔。A 加一等于 B， 什么意思？不懂。那我还是算了吧，我不要经济系了，我连厨房都不会。难怪觉得有点没活力，起跳吗？不好意思大家，今天有一点点电力，大概是四十。那要只剩外文系了，好吧，我乖乖考完了，不用不好意思，为何要道歉？因为今天，我看果果的头已经被我们搞到冒烟，我的耳朵在冒烟呢、啊。周五再聊，倒数吧，还没念排名。你难道早说不楼上那些数学的行为？应该有教数学，不是一般什么高中都有教数学。谢谢啾啾的玫瑰。
应该要是十点关播，先念吧。没有各位，我真的也真的差不多要关了。Do you really mean that? I'm not shy, but I think you do. Fine. 人家就说没电了，怎么可以不相信他？对呀、啊，我快要没电了啦。我教你们一招，假如说你们会偏头痛的话，就是呢，是我的好朋友教我，快休息，感觉今天很不在状况。就是呢，被狗狗骗了几次，就是你们可以不头痛的话，可以压后面的这边，就是有一个凹凹的地方，头后面凹凹的地方，就会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，头痛。啊，风池穴，对对对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 Tiger， 啊、哦，是风池穴哦，就是这边。准备进入迷之早，会不会压压就不关播？他跟，哎呦，按到，好吧，这首也可以。哎，我又按到。消防房，我觉得会重点。你按还不如在吹头发时，真的吗？好像很多次，原来是延长穴。The kitchen， 脱台去，我还以为小年的追踪点，那不是小年，是小芳。又叫脱台猫鼻子，我舍不得关，但是我又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又想跟你们聊天。大家好，是空气果果。大家好，是空气果果。好了，我要念排名给各位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新鲜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九名是朱里安，谢谢朱比安。第八名是啾啾，谢谢啾啾。第七名是 GIU， 谢谢 GIU。第六名是鬼杀队成员小熊，谢谢小熊。第五名是黑流星，谢谢 Oops。第五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四名是饭团，谢谢饭团。第三名是耳机酱，谢谢耳机酱。第二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一名是小森，谢谢小森，么么。算了，你的空气也太好，还要礼拜五，我不怕。没错，没错。跟到念排名啊，家住我今天要关，我礼拜五八点还会，八点也会播，可以笑他，趁他不在快笑。谢谢小生比心，周五见啦。Love you。Love you， 练拳无法啊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礼拜。Peace out。
好了，我差不多要 peace out 了。谢谢你们今天来陪我。然后合照会，假如说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来，没来的话也可以来握手，能见到你们都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礼拜五见，完美无缺，无影无，去看你就好，我已经无，好嘞，礼拜五见，各位晚安。啊，我还没跟你们说拜拜，对哈，我还想说什么少一个步骤，刚刚有点想不起来。小生晚安，想晚安，德瑞轩晚安，范成晚安，向婷晚安，阿米晚安，大健晚安，娇晚安，佳作晚安，黑流星晚安，白兔晚安，朱里恩晚安，Simon 晚安，小生晚安，白兔晚安，耳机酱晚安，啾啾晚安，传承晚安，西恩晚安，艾瑞克晚安，志祥晚安， Jack 晚安， Love you， 我关了哟，不要太想我，一秒，哦不，3、2、1 peace out， 拜拜。